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哇，来，阿公阿嬷，我们来呢，跟大家鼓励一下，我们来，来，右手拍一下，亮，左手拍一下，好，好，上面拍一下，下面拍一下，中间拍一下，掌声拍三下。哇，我们把爱送给你，送给你，哇，好不好看？好，这朵花很漂亮的，好，非常的漂亮。好，来，我要请问一下阿公阿嬷哈，我们觉得呢，人生呢最可爱、最天真的是什么时候？来，你告诉我，什么时候是最可爱、最天真？最可爱的，来，什么年纪最可爱？觉得什么时候年纪最可爱？是我这个年纪吗？我已经五十岁了呢，到底高追？你刚刚高追也是想不起的。不知道哦。啊，你觉得什么时候是最可爱？诶，最阿嬷的时阵最高追哦。你讲你家己上高追对不？哦，对对，你有做阿嬷不？你现在做阿嬷不？哇，所以说对这个阿嬷怕结婆啊！哇，我告诉你哦，人生呢有两大阶段是最可爱的，一大阶段有跟阿嬷共呢，哇，阿嬷老了成了熊哥，所以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老人，老人呢是最可爱、最天真无邪的，他从来呢都不会去想到以前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好可爱，对不对？按关林华这种熊哥，所以是什么年纪呢？你知道吗？什么年龄？哎呦，熊肝胆什么年龄？谁知道？无人知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你那上高追啦，你爸过去做过囡仔无？做不做过小孩？做过哦。小孩子最天真无瑕，为什么？他一到我们人世间来呢，就是属于空空洞洞的，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小朋友是最可怕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请到快乐伙伴呢，不回顾我们往事不能回味，就带来这首很好听的《天真活泼又美丽》。我们掌声鼓励邀请他们的演唱。
小老师。